嗨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我刚刚找不到我的喷瓶，也找不到我的修容，然后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我找很久哦，然后尤其是喷瓶已经不见好久了，然后刚刚也找不到修容哦，你们猜猜看在哪里？不是，我找超久了。很久的那种理财节的化妆包里，谢谢。我找超久的，谢谢，真的是谢谢。气。他找那么久啊，然后结果在里面看到两个修容，两个喷瓶，气死！奇怪、欸，自己也不拿，每次都拿我的，气死！我昨天用过啊，就不见了啊，而且我喷瓶已经不见了很久了，每次不要不见的东西就在他包包里找，一定会找到，气死！我怎么知道？奇怪，我有说过要接他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说，他很自动。大家看到四期正式生了吗？大家看到四期正式生了吗？没关系啊，他喜欢，那我不喜欢。大家看到四期真是生的吗？有谁会来？我放音乐。放个音乐，放个音乐，放个音乐。哎，为什么当掉了？好，对啊，四级直接正式。大于二十岁，尊重哦。给人放尊重一点哦。什么叫做大于二十岁？我们刚进来也是嫩妹，好不好？呛我们老啊！没在给人尊重的。加个刘海。你们也是跟过我16岁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讲的好像我没有16岁过一样，你们还有参与到我的16岁哦。那个紫色双马尾绑完真的是有够羞耻哎、欸，这是在 Hello。哎、欸，今天的刘海还蛮好看的、欸，觉得很开心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洗衣服了，我还把前几天那个下雨天没有收进来的衣服全部重新洗了。对啊，我超过20怎么样？我当偶像也当4年了，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谁不会老？你们也老40岁了，在那边。谢谢抓狂的超狂猪猪你，
Yeah. 谢谢。太傻，你们真的很过分，你们真的是没有在跟尊重的。谢谢黑杰克的会员票。互相伤害。对啊，你们以为只有我会老吗？你们也会老啊。我老四岁，你们也老四岁。谢谢看你的救救你哦。那个线一直缠在一起，等一下来收线。太多，还好现在捞起来放了。为什么每次都要嘴自己呢，沙鹿？为什么每次都要嘴自己？对，我需要 APTX 4869，我需要跟柯南小孩一样啊！但其实我不想回到以前，我喜欢长大，可以穿漂漂亮亮的衣服。对啊，陪我一起长大哎、欸，真是你们这群人，检讨，检讨，不要玩球。谢谢冰川片的守护许愿瓶，谢谢卡尼的幸运四叶草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戴牙套，所以超级口齿不清的。这是我难得直播有戴牙套、欸、因为我想说我应该不会吃东西喝东西，所以我可以戴牙套。国中就这样了，那你国中有被认高中生吗？我已经很努力在讲话了，不要笑我。白头发是天生的。在父已经有看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现在都没有看，然后可以拆下来给你看，那上面有写，没有，真的超恶心的，笑死。你减八岁，才没讲自然呢、欸。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学校要你强自然，可以是不是？但是还好，我高中的时候都是黑发、欸，我刚好等到毕业之后才染，我也算是乖小孩啦，家族遗传哦。关于偶像的刘海，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调整才可以分发掉。看起来应该还可以吧。谢谢思琪的守护许愿瓶。下面开始长黑的一点点吧，也过蛮久了啊。我觉得这样子这种颜色比较好，不用一直补染，一直补染，不然花钱了。你觉得这种颜色到现在还掉成这个颜色很棒吗？我是觉得蛮棒的啊。然后自从我上一次喷一坨在那个头上要重洗一遍，然后再重夹一次之后，我都会先试喷喷看它的胶是不是顺的。我蛮想染娜娜前辈的那种发色，不是现在的红色啊，是之前的。我现在被誉为 TP 调色盘，不要喷到嘴巴里面。上上礼拜吧，上上礼拜去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十几号吗？上上礼拜忘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好像是十月第一周嘛，我忘记了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布丁也不明显吗？
本来就想要就是让它可以偏褪偏越来越粉。对，我不想，因为它之前褪是褪白金，但白金就会很花钱，你要一直照顾。对，昨天没有吃到，但昨天，好了，昨天我没有吃进去。因为我头发长得算快的人，所以就蛮贵的，要一直花钱。好，耶、yeah.。长得快的车赶上摧残的速度，但娜娜前辈的头发应该也长得蛮快的。我现在梳头发还是断头发、欸，讨厌。我们接下来继续贴各位成员们的，继续找，继续贴。长得慢的灯光也是。他最近又开始在断了，没有啊，生日那个宣那个，我挣扎到最后一刻、欸，我到最后一刻还在问他们说，所以是穿 TPT 是不是？我到最后一刻还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要穿着那个拍，我自己想说啊，不是每次都要美美的吗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穿那个？对啊，我最敬业，就我一个人完整复刻哎。对，我们是拿新的，很像那个，很像 P 的。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，真的假的 ？Bonnie， 我每天都很漂亮，好不好？完美复刻。然后还有那个尴尬的笑容，你知道我们在那边，然后我忘记那天旁边有谁，他说太专业不行，不能这么专业，你要有点尴尬，然后又有点就是要笑不笑，然后很紧张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那我要弄什么头发？黑长直吗？然后说，啊，不然你双马尾好了。我就好，谢谢。只有我是最初的那个造型，笑容确实尴尬。今天特别漂亮。你当初没加血，没办法没。旧的比较橘一点，那已经旧哦，不是没啦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拍新的，我们是四期正式生，而且我们刚好都是正式生，你笑死。然后我们也都是一期。紫色双马尾，我就说我绑起来像动漫人物。以前还有点呆，以前的刘海不能这么专业，你知道吗？风一吹，也就我那么靠近，终究会交错。想你的伤，稍微把东西收一下，我要来贴贴纸。带走，娘。我们始终没有回头。好，来进行我们的贴贴乐。接下来换潮族，那是最后一次我陪你走。橘组的先去旁边，太多了。啊，会听你说。那周边都他就多买一份，真的假的？
最好是一天第一个。谢谢泡泡的守护许愿瓶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次 A 场的你们真的要来，不来是后悔的是你们，然后也不会有第二次了。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。谢谢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来损失的就是你们，相信我，你们一定会哦，绝对会，一定会，我可以跟你们打包票，一定会。你们一定会说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买票？为什么？你们绝对会，大可放心好了。谢谢冰彻玄的真情告白。那我确实应该出去，哎、欸，没有，真的，真的很值得来一下，真的，真的哦，真的啦，真的很值得来。我跟你说，因为真的会就是，你们相信我策划的东西吗？你们如果相信我，就是我监制的东西的话，那你们就要来生日会，因为生日会都是我全程紧盯的。懂吗？我已经决定要生日会出体验。上次值不值得大家？上次超时到姐姐说，你们超时太久了。上次有没有很超值？你监制可以行，除了画图以外，对，除了画图以外，请都相信我好吗？上次还蛮好玩的吧，大家。上次也是，对，上次超时，超了半个小时吧。大家一定要去，耶、yeah! ！来哦，来哦，大家一定要来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次也很厉害哦。这次是真的厉害，噔噔噔噔，这竟只是一个突然的冲动，赤裸在人面前摊开双手，来一张一张贴。OK， 真的吗？再成为下个故事的大家真的要来、欸，真的不是我在，真的不是我在说。你们没关系，好，你们不来没关系，后悔的是你们，你们跟我挨也不会有用。想你也不会怎样。怎么还没有搬到秋平啊？一种习惯，的喜欢，一个的房间去和别人晚餐。Where is the chopping hand? 好，先随便，先随便贴一个。对，没来的你们就等着被炫耀吧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的要来，没关系，不来你们的，不来的话就是你们就是听别人炫耀。一定抢得到啊！一定抢得到。对，姐姐不会放花絮给你们看哦，你们要来就只能看现场哦。你们错过就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不会再有了。它就只会有一次哦，每一次都是特别的哦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很值得来啊，还可以拿周边哦。所以你们要不要来？要不要来？你们真的会后悔哦，相信我，真的 ，really。奇怪，为什么找不到邱炳涵？
喜欢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要不要来？你们要不要来？要不要来？你能期待的吗？看你要不要期待啊，你就期待啊，我也不会跟你说什么，反正做什么都有可能会被说话，那就是对，大家就期待一下吧，敬请期待。去年没想到生日会票难过好久，真的假的？但生日会票不是常常都没有卖完吗？我的场好像是还没有卖完过啦，所以大家可以都来没关系。还是我应该，一家有在直播吗？早上，他中午播完了。你觉得我要问他要不要讲主题吗？你觉得要问吗？还是我们应该要等卖啊？可是如果等卖票再讲，就有点太迟了。没有没有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主题讲出来，就是大家都会想来。还是我应该先吊你们的胃口？卖票以后可以收，没有卖票之后就没有大家赶快抢票的那种感觉。我要大家血流成河啊！我喜欢看到大家血流成河。卖票之后之所以可以了，你说卖不好再使出这一招吗？但我想要很多人抢票哎，还是你们怕买不到？你们是不是怕买不到？嗯。但我想要刺激一下销量啊。没关系，我可以问问他，然后给他决定要不要讲。来找找。我来看看啊，好，我问了，那你这样我怎么压线的最后现在买四处票，下个月买的时间，这个月还有供应的时间，什么意思？不要让我们难买。不会难买啊，一定都买得到啦。一场是几个位置啊？一场是几个位置？140，对啊，140怎么可能？140绝对坐不满，你们放心啊，真的坐不满。哦，生日会卖到11月初哦，
哦，好像也是哦。好，那我先等你们。没有啊，不是二十几号，25号才开卖吗？来看看，我应该等你们买完之后再跟你们说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等你们买完再跟你们说。这样是不是很快？一天也榨干大家的钱。去年120，那你第一次在后台？对啊。我还等着。对，开麦后的直播再说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可以先跟一家讨论要不要跟大家说主题的这个话题。对，我们还是可以讨论。我还……可是真的不是我在说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值得，一定。卖完不是啊，卖完啊，如果有剩票的话，就是这样就没有，这样就没有那个了。不是重点，不是不想让大家买到票，是希望下面可以坐满人。你们可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为什么要，我没有想要让没买到的人懊悔，我是想要大家可以都来参加。对，我是希望下面可以坐满人。你会不会出席？你会出席怎样的？很会讲话。没剩票是就会跟我说，不会吧？啊，可是有可能哦。不是啊，没剩票还跟你们没剩票跟你们说，这样是处刑你们哎。会坐吗？姐姐不会坐白子。哦，好，了解了。我已经蜕变，日微风飞向无边无际。哭了，对，你看到的就是门，只是座位的间隔，是不是？说再多都是心酸的，没关系。我现在满月。说再多都是心酸，只想要你入怀里。座位旁不留空，座位旁留着空，不由得寂寞。今年一定的呀。会满，好，会满。你有抓顺序贴吗？有啊，我开着那个。又开着贴。好想抱一抱你。我贴到。贴到绝歌了，嗨嗨嗨，大家，大家都在上班吗？一二三四，你无心睡眠，绝歌法法。一心多用，对啊，没缺人什么，又要看电影，刚休息，晚点要再上，辛苦了。的脸，熊妹是介在谁跟谁的中间呢？瑞婷前还是瑞婷后啊？还没走到瑞婷。
熊妹在瑞婷前。2004，好。一家说感觉可以。时空的它无视。感觉可以耶，感觉可以跟你们说。失去了你一点点。他自己也很想讲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没有啊，我要等到开麦才要跟你们讲。我要等这周过了再跟你们讲。我就讨人厌啊。我们开始宣传。我先吊你们的胃口而已。你们第一天认识我吗？不可能讲吧。谢谢幻影教室，要你好看。耶、yeah ！我就坏啊，你们就打不到我啊！隔着这个你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，耶、yeah ！哎，有好多我自己的，我把我自己的都捡起来。为什么我没有找到瑞婷的嘞？如果有天我消失了，我们的故事你还会不会记着？对啊，怎么会没有瑞婷的？还留恋什么呢？你这个讨人厌的美丽女孩，顺着网路。对啊，少瑞婷的，只是可是还有一叠啦，就是要慢慢找。但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没有？因为其实重复的超多的。你们最爱的累积的，你主要不爱谁？哎，我没有不爱，是我。是我随便捞，居然都捞没有，真是的。为什么？我真的是随便捞哎，但都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妮妮的，也没有？瑞婷的呢？微笑着。不是哎、欸，是姐姐那边没有放在舞台上的一碟。这不是从舞台上抓下来的。舞台上我有剪几张，但我就只有剪几张而已。这个是从姐姐那边抓来的。姐姐那边有一叠，瑞婷的签名我认得，但我真的没有看到，等下再看一遍。给没有他放一个纸盒给我们抓，他有放一个纸盒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，我就随便抓了一把。那个纸盒超多的，我这边超多法法，超多七七，超多我自己，不成。过头，才知道最后。然后超多肉肉，舞台上收是吗？感觉像是那个哎、欸，混合前的。
瑞婷的长怎样啊？为什么会没有瑞婷的？熊妹的也有啊，我自己的也有。对啊，怎么会没有？真的都没有哎、欸，我抓了这么一大叠，然后都没有。瑞婷全部分。对啊，怎么会都没有？依照这定律，依照这定律，是不是音组也要少一个？好，先把这些贴一贴。啊！我的 iPad。先把它贴完。打法接下来是熊妹嘛？熊妹在瑞婷是吗？然后嗡嗡安安。有我还好吗？快把眼泪擦。是吧？应该找那个人，谁？柏林哦。对不对？没爱什么？前面还有啊，应该可以去找找看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熊妹接下来是熊妹，接下来是瑞婷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吗？是吗？我要贴喽，贴下去就没救了。是，好。熊妹瑞婷，好。汪汪，虽然还没人 K 歌，但我要抱怨一件事情。谢谢命的守护许愿瓶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我在打歌词分帕的时候，他这样给我在上面打小字。我真的是，我给你强制感堂堂哦，完全没有那个人尊重的、欸。他直接把尊重放在地上踩、欸，他居然给我在上面写，我真的是气到中风。爱人，小智。不给真的不给真的，谢谢哈，谢谢。还是我们这个月主持人找邱品安来，我直接休息好不好？我直接休息可以吗？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我们直接请邱品安来唱。对，我同担巨佛，同担巨佛，同担巨佛。我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个。小秋不要，小秋是谁？小秋铁粉。谢谢 CKU 的告白气球。我这个月直接找代理主持人。假装不了你不爱他。你要是能快乐的话，好，接下来换音组了。哦，这个也是一叠，应该蛮有机会都有。特别加林小秋本人不要，我干嘛不给我自己台阶下？我为什么要找人让我自己难堪呢？我干嘛这么蠢？是不是？本人不是新人，我真的是傻眼。哎、欸，说没有小慧了，小慧来了，小慧来了，这里这里，小慧小慧，那布丁，美玲 ，no no no，
沙盘。雨林，还记得妈妈说，每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。看到小智，分怕小智谁会唱啊？我直接请那个控台帮我把他们两个麦都关掉，从头关到尾。直接把他们麦关掉，都不要给我想讲话，不要给我想唱歌。我告诉你，变我 solo 控。我直接讲，我直接用职权来那个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让我一心。对，我就直接 mute 掉他们。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把他们两个麦关掉吗？谢。自己唱自己的。一身红妆，谢谢命的镁光灯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累，我无法接受，我无法接受那个歌词上面分派给我写小字的，哎，完全零尊重。那个尊重是照着写，你知道吗？可这世界我的未来。那我跟你说，那个麦克风本来就不会有电，那个麦克风是接线的，所以它不会有电。专业吐槽 ，solo 音乐会。那个血糖糖是不是就没？对，血糖糖就没事了。雪莉莉的小宝贝也不会有事。但你写了秋萍兰就不行了，你写了小智就不行了。帮他帮我降到零，帮我降到零，对，直接帮他们那个，现在是无限麦。王老师才没那么笨呢，好不好？他唯一笨的大概就是不会讨好那个，不会讨好他的 partner 开心而已。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，不敢说欠我的未来，下辈子才爱。谁还没出现过？哎，艺人居然只有一张哎。翻山越岭，对，在他心里，在他心里，秋萍才是一切。我心寒了，他太明显了，真的是不会假装。唉，我自己去旁边取暖。来，三期的妹妹们，有没有就是推莉莉的？我会好好照顾你哦。算一下，算什么？算账吗？算账吗？好好算一下。他讲过几次那个秋萍，讲过几次小智。万一二是更难过，动机不纯。想当你手机的讯息，倾听你专属的唇语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多想从来没认识过你。可以帮我跟林涵前辈打话吗？不行哦，你只可以跟我讲话。你如果要跟品涵前辈讲话，麻烦你自己走去跟品涵前辈讲话，我不要当传话者。
刚没贴好，可恶，顾讲话没贴好。没有你的我，我好日子到底过？抱歉前辈，还好啦。这背后的颤抖，谁关心过？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不必那么努力，颜色多轻松，就算寂寞。我现在滑下来，然后看到有一排是三旗生，每次看每次震惊耶。前面是人，姐姐喜欢的人托她向妹妹告白，什么意思？谢谢大家，前辈，前辈好，前辈好。就年纪超大，全部都老妹了，是不是最大的还比我小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最大的还比我小？不算什么，反正我却不说我多难。哈，最大的还比我小是怎样啦？这世界还要不要有天理啊？我也二十，给我放尊重一点，我也二十。我也二十，好吗？十二、十四、十六、二十。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可以养起这样很正常，是吗？一代新妹很久没，我们要被淘汰了吗？大家不再爱我们了，我们不再香了。没关系，我相信我们有我们好的地方。你的二已经要准备破蛋，谢谢，不要提醒我，我没有想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你知道吗？跟一个女生讲年纪是多么伤感情的事情。不要蹉跎，不要流落，就这样安安静静走完以后。到尽头，小晴传是英组的第二大吗？英组平均也太小了吧，我的天啊，18+3 18++加加加18+3，没关系，我还年轻。傻傻看你是想要更靠近，只怕再靠近就一错再错的错下去。不可以就等着你的身影，不能再让你。研究生比较哇，正式生都超年轻哎。连续新传第四个哎，都怪我控制不了自己。你身上的热还在我的怀里，拼命的擦掉痕迹，面对你认真的眼睛。有三太让我想
对，排第一排就感觉比较老，还好我还没到第一排、欸，应该吧，我还没到第一排啦。没关系，之后分两组之后，我应该就是比较小的人，应该是吧？是吧？分两组我就算小的了吧？天哪，现在还很多人顶着。不能这么厚脸皮，这样的错下去。身高牌，照身高牌哦，我可能就要顶一下。自己就觉得自己很老。我就一直被说老吼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看清你身上的人还在我的怀里。赵月份牌，你可以在后面，非常好，对，十一月嘛。你自己觉得这个岁数很老吗？不然我现在还很年轻吗？因为大家只有给我一个偶像二，那个偶像二开头就是老了的感觉。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在说伯母前辈是活化石？差点贴错，差点贴错，要先贴祖毒再贴阿力，差点贴错。年轻啊，活化石。差点破掉。好，贴完了，缺一个，缺一个。音组全到。你也觉得你偶像老吗？没有，我偶像最可爱。啊！我怎么越贴越歪啊？崩溃，越贴越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先有杂鸟，我边跟你们聊天呢。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天空有点灰，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。不觉得看这看起来很疗愈吗？好，剩下先剩下不见的去找姐姐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他那边还有没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会变成缺两张没有全员的那个。不是一切为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。好，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。帮李彩杰留一点起来好了。照片。大家建一个伴哦。其实下午播蛮惬意的，我觉得就是聊聊天、做做事。晚上播感觉压力比较大，我自己觉得啦。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却不是。那下午比较悠闲的感觉。嗯，奇怪，怎么没有李彩杰？怎么都没有李彩杰？哎。我真的拿起来了吗？嗯，阿里才觉得。
故事已结尾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晚上聊天比较有压力，不知道是因为人比较多，就比较有压力。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嗯，怎么都没有离开过？一个人想念两个人。没有，不是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不能讲错话的感觉，而且下午天还亮亮的，就感觉很悠哉啊。就晚上比较，不知道晚上比较有压力嘛，因为大家都在看我直播。就是下午想不到话题，压力没那么大啊，但晚上想不到话题，压力就很大，因为就会变很多人看，然后你没讲话还算哎。虽然现在热度也蛮高的，30，就还行。虽然还是没有晚上高，但就是 我莫名压力会很大。147，怎么很多人？怎么比之前还多？我的天啊！大家都挂听是不是？这样，那我还是不能乱讲话、欸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也没有观众多了比较会被盯啊，就是也不是乱讲话，就是我。我觉得我下午讲话比较没脑，对，我现在压力来了，就是我的压力其实不是什么，就是对我的压力来源是我想不到话题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紧张。然后晚上的话，我就觉得压力比较大，因为晚上很多人看的话，我再没有话题，我觉得也很尴尬。哦，现在有红包是这样吗？现在有红包，我不看，我只用听的哦。哦，我是没有讲受过什么、啊，但我就是会给自己压力的人。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好，红包红包过了再看看。总会想起那一天你牵我的手。那我是把李彩姐收起来了，笑死！这样的我，好痒，没话题就唱歌。对啊，我觉得下午比较 free 一点，晚上压力好大哦。我最近比较早睡早起，没有晚睡早起。就变睡眠时间有点短，但现在也比以前有就是早睡了，大概3点前这样的，就稍微早睡一点点。但昨天好像有超过3点，工作太晚了。你知道我爸一直说你要不要早一点睡觉，你要不要早一点睡觉？可是我只能说，就是像我们偶像啊，就是偶像啊，就是一般的艺人啊，跟工作时间就是跟大家一般人的工作时间相反。像我们很多什么练习啊、工作啊，都是在晚上。啊，我们晚上回到家弄一弄，最早也要2-3点啊。所以真的不是我们不早点睡，是真的弄一弄就那么晚。对，不是我们不愿意早点睡，我们也想早点睡。晚睡早起。心里在关枪当当，关枪当当啦！谢谢果树的超狂啾啾你哦。谢谢包子啾啾你哦，耶！
对啊，练习完卸妆就半夜了。心疼不舍却无可奈何，我没有多留一套耶，应该没关系吧，应该不会有人跟我要。我自己的我留了很多啊，但我别人的我没有多留，就留我跟涵涵的，应该不会有人想要。把它分类分类吧。半夜还要保养变哦，我是不用欣赏美貌啦，因为我大概洗完澡都断片了。我洗完澡就会，嗯，然后洗完澡很舒服，然后我常常就会洗完澡之后我就很懒得擦保养，然后我就回床上，然后就对，就不擦保养，然后皮肤就会烂掉。对，皮肤就会烂掉。皮肤烂掉的最好实力。那是被诊所的状态。对，没有，可是对啊，但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擦，但我很累，就是一到床上就不行的，那我就真的会睡着。那就是我真的尽力了。我真的尽力了啊，大家。没有，擦保养品很累耶。哎呦。黏黏黏贴贴的，不喜欢。我这个以后就是贴纸布了。贴完了，还有那个小卡。好了，今日任务已结束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今日任务已结束。哎、欸，我这样也贴了一个小时、欸，谢谢谢谢，是好的，啾啾你哦。今年的幸福水水是对，没错，就是各位看到那一张四期生，四期正式生，谢谢果树的啾啾你哦。对，没有错哦，你们想的没有错，就是那一张哦。谢谢虫的戳戳泥。还愉悦这样什么意思？想多拿，你可以多买票啊，就可以多拿。谢谢中影的梦幻泡泡。
么？为什么要好好保持保存这次？谢谢阿 K 的啾啾你。会不会大家更想来这一次的生日会了？特别有趣。你说不是以往的那种以往的美照吗？比较特别。No human.这介绍感谢，不用用一堆特效，我们又是最简单的，最简单，简洁明了。あなたへ届くように歌う。想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回什么，在底下有没有回什么。届くように歌う。来看看。11月生日会。救命，真的好还原我爱姐姐，我是叛逆新成员，大姐一样。他的留言也是，他的留言也是蛮好笑的。好笑的，有史以来最简单的那个，好好笑，真的很有梗哎。好笑，生日会会长挂四级生你的公司照吗？然后我还要我走的时候要把那个四级生公司照拿下来，就是公司那个四级生仅限今天这样子。初登场即毕业，四期生，那照片会直播吗？还没登场就结束，对，真的。生日会玩吉竹叶，对，一日四期，好大声。几个暖暖的夜空，记得你侧脸轮廓，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，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。竹叶工业没有哦，四期生竹叶工公司照完结，传说的事情，笑死，有够闹。风吹过，远远的心山快坠落，就只有直接超五级，真笑死！我现在牙齿超痒的，还有点坐立难安。而且这次的牙套有点刮嘴，有点痛，然后讲话就一直勾到。
有点刮嘴，有点痛。不要不要，它已经快破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太尖了，对，对，超痛的。牙齿痒，戴过牙套的人就会懂我说的牙齿痒是怎样。你要在，它在那个，好痛啊！我还不能磨。对，戴着睡觉，其他都很难磨。就是它已经比那个不刮了。哦，没有，这个本来就会这样，牙套多多少少都会这样。对啊，隐适美已经不太刮，但偶尔有几副特别还是会刮。我之前有戴过一副也会刮，然后这一副也蛮刮，可能它在移动的过程中，那个牙套的角度会刮到。边角不能磨啊，它是原本是要勾橡皮筋的，它通常它会留在那边，不会把它弄掉。也不一定是瑕疵品，有时候是因为它做出来的角度可能跟你实际上戴上就会有偏差，然后它在每天在移动的时候会不一样的角度。对啊，现在戴着，所以讲话才有点超龄呆。没有，就这副这样而已。就偶尔都会遇到几副是比较不一样的，目前只有两副，这上一副跟这一副有比较刮嘴，不是上一副啊，就是很久之前，大概二三十副的时候，一二十副还二三十副的时候，就蛮久之前，现在已经戴到五十几了吗？可能五十几快六十，应该也不是哎、欸，应该不是进度跟不上。哦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换成七天一副了嘛，因为他说我现在调整后面，我跟你说后面牙齿会更痒，在调整后面，所以就是会戴比较久。然后他移动的时候，就牙齿就会很痒。为什么讲话就这么可爱啊？讲话的方式可能没有变，但就是。超龄呆的部分可能是对，但烟酒厂是本来就这样，很厉害，毅力对啊，很痒啊。然后换完新的一副的那一天晚上睡醒的隔天早餐都不太能咬东西，因为牙齿很软。就觉得啊，好酸哦，好酸哦，对，会很想咬东西。谢谢泡泡，救救你哦！但还有可能会在那个啊，些微的微调，应该不会这么快。其实蛮快的，我才戴一年，还不到一年，十一月底才一年。但会磨牙啊、哦，其实我不敢，就是不太会磨，因为磨了还是磨了会更痒。痒一痒，痒一痒，痒痒，痒痒痒痒痒痒。才爱你，不是因为。你看你怎么就对啊？杨波痛，为什么会痛？磨牙比打呼更大声，而且很尖锐。天哪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跟他一起睡哦？你是赶进度才那么快？哦，是，因为我中间赶了大概有二十副的进度嘛。我还在想到底要不要打骨钉，就他说这一次这几副戴完回去的时候要评估要不要打骨钉，但我其实有点不太想打骨钉，因为打骨钉感觉很痛。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，只是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，牵着你走过。
不想打骨钉，有没有打过骨钉的人？因为现在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如果要在，我如果要在后腿的话，哎，好痛，要刮到肉了，需要打骨钉。就是看要不要再后退。他如果他说如果我觉得还是太凸的话，就是等这边的空间移完，对，在空间移完就要打骨钉了。年初没有没有，他就说打完之后看后退，我要不要后退的幅度够不够？如果我还想再后退一点的话，就要再打骨钉。还要带他这个，我不知道哎。原本之前说两年半，但目前到现在还不到一年，其实蛮快的。其实我想象老婆的样子，的小孩子，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卡位，对啊，这可能打后面一点，然后用这里勾橡皮筋勾去后面，应该吧？我其实不太知道骨钉到底要打哪里，但我很不想打骨钉哎，可不想打骨钉，我如果没有一下就弄到最满意最好看的位置的话，就会变得跟以前一样。我以前就是因为不敢拔牙齿，所以才没有直接矫正，然后就变成现在二次矫正。我跟你说真的很可怕，不是我在说，真的很可怕，很可怕，超可怕。大家差不多可以开始打内容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会好好再评估看看要不要带，要不要打骨钉。二次矫正真的超痛苦。但我不知道正常应该要长怎样才会是对的。对，我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戴过。谢谢虫的梦幻泡泡。但我觉得其实已经后退蛮多了，你看。你们看得出来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差很多哎。你们不觉得现在已经跟之前差很多了吗？看侧面差很多。打骨钉算手术？对啊，我这边还有拔那个水平智齿，这边还有上下啊，是下面一颗。就是这个，你看这里有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超痛！这个一直跳跳的。嗨嗨！一截图，好痛啊！你还是勾到，还要勾到我的嘴巴了。也是值得，对啊，不然我一直被笑说牙齿很爆，好烫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不要再笑了，再笑它就一直刮到那边。大家打好板了吗？这首歌我想演是写什么歌？笑笑，你要不要去出一个那个，就是
油嘴滑舌的那个叫什么词库嘛，就是人家不知道怎么撩人的时候，就从你的那个词库找。对啊，不能大口咬东西，还好啦。吃东西的时候会拿下来啊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。歌词词库哦，痛！还有突然想听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。对啊，就爱唱歌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多欢迎跟我一起去唱歌，好像不太对。大家欢迎多多听我们的烂 K 歌，跟我去唱歌是怎样？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。明天见哦，大家。这个是牛肉面就好。没有啊，是排骨饭，排骨饭好吃，排骨饭好吃好吗？你们不懂，它的那个腌制物很好吃。好了，我要念榜了每次都跟那个国中那个跟我很好的朋友，然后说走啊去唱歌啊，所以就很喜欢走啊去唱歌啊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。我只吃卤味，我跟你说豆干超好吃的，豆干跟泡菜臭豆腐超好吃。我们在说的是同一家吗？大家？哦，我跟你说奶茶要喝热才好喝，虽然冰奶茶很好喝。你是去吃饭了吗？吃啊，但我不爱吃水饺，我不喜欢面粉皮的味道。它是吃饭一样意思。最痛。我跟你说，那家知名就是牛肉面很有名的 KTV， 他如果自己出来开一个餐厅的话，那他的业绩可能会掉。太多人去纯吃饭的。好了，我要念榜了，大家。谢谢小野木的月赛应援，谢谢。好了，念榜喽。念邦第一名是国树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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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原来我也会去哦，耶、yeah! ！到时候见果树。电影看什么这么好看？看什么电影？柯南吗？柯南好像还没下档，是吗？某几间那个电影院好像还有。果树看什么？虽然我知道你在看电影，应该不知道我你看什么。对，祝看电影愉快，耶、yeah! ！吃爆米花吗？焦糖的吗？好吃哦！谢谢第一名的果树，谢谢。第二名是 Dragon， 谢谢 Dragon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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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牙齿好痒。疯掉。第三名是《幻影战士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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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三名的《幻影战士》，谢谢。哦，我的牙齿真的好痒哦，疯掉。对，而且还有跟他业配，我就压早一天今晚付款，会有业配，但我还没弄好，
对，我还没弄好，希望啊，可是那个排版有点麻烦。好，我尽量赶快让它出现。谢谢第三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。啊，我要疯掉，我牙齿好痒哦，疯掉。吸气吐气，好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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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牙齿有够痒的。第四名是虫，谢谢虫。那直播辛苦了，让黑天鹅变成天鹅的写真。对，要好好把握压线仔们，直到20号的6点哦，要赶快哦。今天已经19号了哦，大家赶快下单哦。珍惜每天的聊天，要怎样随心随意，随心随意的聊天才能被看到，什么意思？现在要放弃自己追寻的梦想，要努力的追梦。谢谢第四名的虫，谢谢虫，谢谢。第五名是 Popo， 谢谢 Popo， 谢谢第五名的 Popo。娜娜前辈好正哦，不愧是我女神。谢谢第五名的 Popo， 谢谢。第六名是 Akira， 谢谢 Akira。那边的安安今年生日会能到啊，一定要来的吧？没有可以错过的选项吧？一定要来的吧？一定得来的吧？谢谢第六名的阿 K 啦，谢谢谢谢阿 K 啦。第七名是康妮，谢谢康妮。嘿，我操，那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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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お疲れ様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慢，辛苦了康妮。纸笔签名太难中，已经不强求。可以再试试看啊。虽然大家都是。很对，可能纸笔真的比较难抽，对，大家都是买好多包才抽到的。笑死，圣诞节还有签名卡片，对，真的，圣诞节很棒，也要来生日会哦，公演跟生日会，抢票顺利，祝抢票顺利，然后会吃饱穿暖的。谢谢第七名的卡尼，谢谢谢谢卡尼。第八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。意图的那个不自杀声明，那个不接受，无视他。健康的人，哎，对耶，两个寿星都在，不自杀声明啊？什么东西？我没有看到。谢谢第八名的林果，谢谢谢谢林果。第九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早点休息啦，月包子又在忙了，是不是？包子每次都很忙，霸王你每次都很忙哎。谢谢第九名的霸王，谢谢谢谢霸王。第十名是四号，谢谢四号。要请吃饭，认真稍微认真上班一波。OK OK， 吃饭要吃饱饱哦。谢谢第十名的四号，谢谢四号，请吃饭，要吃饱哦，吃饱带回家。第十一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，期待明天浪 K 歌，请敬请期待，明天晚上要锁定192020的浪 K 歌哦。还有谁会认真的现场？男生会一定会到，一定要来的吧？真是会，怎么可以错过呢？谢谢第十一名的钟颖，第十二名是黑杰克，我是黑杰克，嗨嗨黑杰克，谢谢感谢你哦黑杰克，谢谢第十二名的黑杰克，谢谢。第十三名是 CKU， 谢谢 CKUDMK， 谢谢 CKUDMK， 谢谢第十三名 CKU。 第十四名是冰彻璇，谢谢冰彻璇，冻龄美女。我还没有很老，20岁不算冻龄吧。500鲍比哦，鲍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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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第十四名的冰彻璇，谢谢。第十五名是博君，谢谢博君。生日会一定会到。期待看到你哦，谢谢博君，谢谢第十五名的博君，谢谢。
第十六名是自伟哥，谢谢自伟哥，谢谢谢谢第十六名的自伟哥。对啊，我也只看柯南而已，就这个没开始笑数。然后呢，等冰熊哲学再给他。对啊，我也会看柯南。啊，高小姐小慧比原来如此。赛上有新特点。啊，犹豫，牙齿有够痒的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明天浪可以见哦，都要来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